九级，跳跃干冰喷泉。哇！哇！就是现在！高高第一名，高高玩弹球真的好厉害，嘿嘿，小意思啦，如此精准的角度也只有我才能计算出来。哇，跑回来啦，萌萌你又脱跑。等等我。我又抢不到。来来来，泡沫球是个球，球。哈，我们可以在教室里面玩弹珠台啊！不觉得我们的教室很像一个大的弹珠台吗？那还等什么？直接开始吧！要来咯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！等等，我还没算完呢！哈哈，算好了！紧急情况，电池！还好电池没事。电池？系统检测到南极基地电池电力容量不够了，导致南极基地附近发生异常情况，要快点将这块电池送去重启系统。米莉老师，我来把电池送过去吧。高高，那就拜托你和补补了。没问题，补补，我们出发。这里烟尘怎么这么大，都看不到前方了。我们飞到天上去吧。哈，好办法。好像天上更大。补补，你身上那些是什么？太疼了！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补补，你身上结冰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啊，原来空气中的灰尘是从这里喷出来的。啊，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嘿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哈。啊，布布好聪明啊，能见度大幅度提升了。嘿嘿嘿，过奖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不好！看我的！哈！哦，搞定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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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布布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查查看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布布！百变装甲合体，幻影急速出动！数据显示，这是干冰升华现象。干冰底层受热升华，变成干冰气体。当气压升高时，就会像喷泉一样喷出地表，同时夹带大量沉积物。那就是喷干冰的喷泉。没错。咦？糟糕，这里的冰层太薄，马上又要喷发了。我们快撤。撤。嗨。哇！我的屁股。布布，前面也要开过去吗？我有办法啦！就决定是你了，小金犬。哇！一点嘛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不好！布布，你冷静一点。哈，我们可以跳过去。嗨，哈。沾满了干冰，阿奇。对呀，布布，你可以像这个电池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吗？好办法，我们问问米莉老师吧。米莉老师，有没有可以把我裹起来的道具啊？我们过不了这里的干冰喷泉。就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升级道具可以给补补吧。就是你，企鹅加弹射台，完美结合。百变升级，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布布。
们就用弹珠台来跳跃干冰喷泉吧。瞄准，发射！哎呀，我只是想试一下这个防护罩啦。补补，游戏是要讲究技术的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啊！这个喷泉怎么这么厉害？嗯，难道说，高高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个大喷泉是每3秒爆发一次，我们计算好时间就能突破进去了。哦，完成了，补补，我们走。我准备好了。电力恢复，欢迎伙伴们来到南极基地。成功了！百变校巴任务完成，波波。一起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。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流水警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五位船长在这里。大家别害怕，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眼前，我们勇敢向前。